走在澳门，到处都是西式咖啡店，转进宁静的清平直街，或许你没有发现，外表犹如一般茶餐厅，其实是间拥有50年历史，提供多种怀旧中西式甜点的杏香园冰室。手捧红绿相间的菜单，点上著名的生磨杏仁露，以及最受欢迎的杏仁茶、核桃露，建议以热饮方式品尝最细腻的口感。舌尖的杏仁粒弥漫了手工制的天然味道，多了一份亲切的感觉。待在店中，犹如岁月缓缓倒流，不妨过来感受一下澳门旧式餐厅的氛围。